心梗早期以疼痛为主，常为突然发作，胸口压榨样疼痛，也可表现为全身症状、胃肠道症状、心律失常、低血压和休克、心力衰竭、猝死等，河南地区多发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心梗症状的食疗方案，取西红柿两个切块，苦瓜一个切片，糖椒一个切丝，葱姜炝锅，加酱油、盐、糖、醋少许，煲汤食用。调味品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，长期使用对心梗有缓解作用。要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玄小针略。